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资料库，想了解全球经济活动就看哈佛商业评论。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以及中文版影音库。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于1922年，是由哈佛商学院集结专家教授针对管理事务的研究而出版的专业杂志，近百年来一直致力于创造和传播最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因此被誉为管理圣经、最佳的管理思想刊物。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则于2000年在台湾创刊，除了收录英文版的内容外，亦包含了台湾作者结合台湾社会所撰写的现况，是作为提升台湾社会及华人世界管理理念、改进实务运作、应加持续比较不可或缺的实用资源。而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影音库收录300段以上国际级大师的精彩演讲或对谈影音，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数位内容总监及资深编辑进行访谈。演讲与访谈内容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美国时代杂志作者专栏丹尼尔高曼、全球高级领导者的先驱马歇尔戈德史密斯夫等等，让作者可以与大师面对面听大师讲述观念精华。因为影片中有中文字幕，部分访谈则提供中文对照的逐字稿，学习精知之余亦可当作英文听力训练。介绍完今天的主角，但是要怎么找到他呢？可以在辅仁大学图书馆首页资料库搜寻，点击笔画9，找到哈佛商业评论资料库。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与其影音库的内容接在同一个平台上，读者可以跨库整合检索阅读哈佛商业评论期刊专书与影音资源，并且其中的每篇文章与每则影片皆有提供相关观念的延伸阅读文章，让读者可以反复探究管理、策略、组织等领域中的创新观点。实用小技巧，不要忘记在校外使用需先经过校外连线认证。哈佛 Business Review 与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我们图书馆也都有买纸本与电子版本的哦。期刊总览可看到往年出版的所有刊期，若有想特别查看的月份或期数，可直接从这里进行浏览点阅，点击封面进入即可查看该期内所有文章。每篇文章都会有其主题分类，点入单期的页面后，亦可再使用主题进行筛选浏览。点击文章篇名即可线上阅览全文。基于授权限制，我们目前不提供列印与下载复制。若有报告作业有需引用资料，则可使用输出功能。里面的引用格式有提供将书目资料汇入 EndNote 的功能，或者利用底下的引用范例进行改写。若有预查找的关键字，也可以直接在首页的搜寻框输入关键字搜寻。另外，检索结果中也有提供缩小检索范围的工具，可以进一步筛选检索结果。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